那我到现在呢，涨多少？一股涨了5万，最少。
然后我那个时代刚刚好，所以才买两房或者是，所以至少帮我赚300万。我那间二期的房子帮我赚300万。可是如果我那时候子弹够，是买6期，结果我口袋有多少钱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那当然要看你的子弹，日天日数而赚到我自己的，就是资金嘛，对啊，然后又赚到他的获利。好，那我再来是舍不得卖，为什么？我已经买一个，可是那我舍不得卖，我会现在卖。你们认为说，如果你今天有出手这个房子，你会觉得什么？是现在吗？然后看到300万，还是更多？我会好好谈，因为别人还没动过，没希望你出嘛，你也出嘛。那动完之后，我也许我就出了，然后再帮中方来这里，我怕我也会拿回来，我会想着照顾他，就像开发板旁边玩，我还想能够有很多回想进去来，对啊，会。Thank you.
是。而且你们发现学校的墙壁拉的很长。你要想，如果你要赚到60万，一年赚到60万。
现在的话，因为我讲的是九点，八九，但是九点钟，
辽阔，然后印度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刚刚没有，像那个签约那个什么，我都留记录，到时候被打。我签的。抓去关我，我去打他。我找一波他们，我们现在自己他们不太好东西。Thank you.